9月8日15时，粤澳新通道清茂口岸开通运行。记者现场看到，有不少出入境旅客当天特意选择从清茂口岸通关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，并率先体验合作查验、一次放行、合作快捷查验模式的高效和便捷。本身我个 BB 啦，12:30放学噶，咁专登啊等到3点嚟行呢度咯，系啊，好方便噶，对我哋好方便噶。以前吧，就比较要提前一点时间，就因为人比较多，可能会排队啊，或者会比较挤啊。我们一般的时间都是会预松一点时间，都提前半个小时啊这样子出来。然后现在我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了。据了解，作为国内目前电子化、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口岸，清茂口岸联检楼出入境大厅各设置50条合作快捷查验通道，6条传统人工查验通道，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0到30秒。当日，在口岸出入境大厅，记者看到，珠海边检总站清茂边检站执勤队民警全员上岗，开足查验通道，在大厅内增加咨询引导警力，与澳门边检部门一起全力确保清茂口岸开通安全顺畅。清茂口岸是以合作快捷查验通道为主的口岸，是目前国内电子化、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口岸。我们将与澳门同仁一起维护口岸安全，为粤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便利往来。据悉，清茂口岸位于珠海拱北与澳门钦州相邻的鸭永河上，通过连廊与城轨珠海站接驳。东距拱北口岸约800米，西距珠澳跨境工业区专用口岸约1000米。粤澳双方联检楼采用连体无缝对接设计，口岸设计日通关量20万人次，将有效分流临近的拱北口岸高峰客流，缓解其通关压力。